感觉到吗？Hello， 冯总，今天生活的愉快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。奶茶到了，稍等片刻啊，请慢用。柴小七，请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。不要那么凶嘛，我今天主要是过来跟你分享一下我新发现的这个艾灸按摩椅，真的很舒服。有病啊，试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快乐了。放开，柴小姐，放开！我们还没那么熟吧？一回熟，二回熟，三回我们就是朋友。放松，吐气，放松，吐气，莫挣扎。哦，感受一下它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温暖，融会贯通你的全身，非常的舒适。什么力气？那么大，非常的舒适。没有感觉到吗？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哇哦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你的手！柴有气，放开！你放开！方总，我已经把你的……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回来，把他赶出去。不用赶我走，自己能走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拜拜，拜拜。你放他进来的。我，方总，你们这是吵架了？吵你个头啊！吵架。那我明天帮你。你说呢？亏你们两个想得出来，用我的艾灸椅去撩汉，就没有见过像你们两个脑回路这么清奇的。没有，我不是想拿这个撩他，我当时就想着说心跳加速、体温升高、微微出汗。哦，傻丫头，方总啊，那不是被吓到了，更不是热到了。以我柴姐多年的经验来看，他呀，应该是对你心动了。心动？